历史上的今天，屈原过世。是，屈原是一个爱国诗人，公元前278年的4月10号，也就是历史上的今天，他是一位爱国诗人，以死明鉴，投汨罗江。后人为了这个纪念他呢，怕鱼呢吃他的尸体，所以包了粽子丢到汨罗江去。但是划龙舟是找他的尸体吗？不是啊，我听说是你在划龙舟的时候，那个水就会变成浊啊，所以鱼就不会吃他的尸体。哦，所以才会有吃粽子跟划龙舟啊。4月10号。